的树枝在一个团地。所以刚开始那个什么盆栽？那个树的模式。断木盆栽。断木盆栽。在钻洞的时候吗？不是那个植物，对不对？植物不是，是因为今天那个不是有从那边拔了一个植物，然后叫他们转圈。哦 ，OK。对不对？你有转成功，是不是？那时候你不在，去拿东西。老师，我们可以做最好的教室。我可以做最好的教室。我中午的时候失控的时候。什么时候是中午失控？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一点失控，在拿着碗一边吹一边说。这是中午吗？想一下。是晚上。晚上。晚上的时候，对对。所以你觉得你明天可以更好的地方是什么呢？不要拿汤匙。对，那你知道为什么不可以边走边拿汤匙？因为可能会撞到，或者是绊倒人家腿，然后碗就摔了。对，自己会受伤，别人也可能会受伤，对吗？嗯。好，那你明天我们吃早餐跟吃午餐的时候，你都可以练习。我们会到晚餐吗？会到午餐。那我们会到晚餐吗？哦，不会到晚餐。晚上也可以在家里面练习。那吃早餐。早餐跟午餐都可以练习。那什么餐呢？水果餐啊。水果餐，明天哦，这边好多吃的。都是一直橘子的，一直橘子的，一直东西。没有，今天晚上有不一样的，没发现吗？就觉得还有晚上有很多不一样的。有啊，很不一样。不一样的什么？你有发现吗？几乎全部都不一样。菜是不一样的。对啊。可是水果都一样，水果一样。水果要当令的水果，就这个季节的水果。对。好。好，还有谁还没分享呢 ？Nella、Robert、Sunny、Anson、Ano。因为没分享的话，等一下回去我们就是洗澡就睡觉，因为我们有时间。分享完我们就要回去，对。但是没有分享，我们就要等你们想一下。对。你一定有，你今天一定有你很棒的事情吗？刚刚你有没有被感谢？那个就是你很棒的地方，或是你今天到现在，为什么你还可以安全的，现在还可以坐在这边？是因为你有把，是因为你有把自己照顾好吗？对啊。好 ，Anson， 请说。就是。那个喂水的时候，对，没有喂大只的。对啊，这是很棒的地方。你觉得没有喂大只的鸟很棒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是小的。哦，那应该是很棒的地方，是你去喂那只宝宝的鸟。哦，好，因为你发现它没有东西吃，所以你这特别照顾它。好，那你觉得你明天可以更好的地方是什么？那个两只是。明天还会喂水。啊，不会喂水，会喂你自己。我说我喂我自己啊。你还有一定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得更好？你觉得明天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得更好？不要踩石头。不要踩石头，很好。我们明天就练习，好吗？可以吗？好 ，Robert， 请说。下雨都被拿。就是我那时候看到。你看到虫的时候没有？你觉得是你的进步的地方？好，那你觉得明天可以更好的地方是什么？我没有被出现。下次要专心看，不要再看别的地方。好，很好。可以了。吃咸酥鸡。那不是咸酥鸡。那不是咸酥鸡。那是 Mr. Low， 那是拿去炸的 Mr. Low。 Anson， 听队长就克服了，是不是？ Nella 觉得他自己做的很棒的地方是，他原本一直想着这个鞋子会很脏，但他后来想着说没关系，我回家洗一洗就好了，所以他就克服了，就是他觉得他进步的地方。好，那你觉得你可以在更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哦，哎，可是这是更他说他可以更好的地方是他第一次就直接先想到那个解决办法，是不是？
他就不用一直想着鞋子脏怎么办，他以后要在第一个时间就想到解决办法。有一点难，但是我们可以努力，好吗？好。还有谁是 Sunny？ 还有。方式，你那夜游其实有点害怕，但是你勉强自己进去之后，发现其实不可怕。你不可怕以外，你还保护了其他人，对不对？好，那你觉得你可以更好的地方是什么？老师讲话的时候要专心听，不要看别的地方。好，这明天大家可以一起努力哦。Arnold， 请说。什么时候掉到水里面？他在那个羊喂完的时候，要过去的时候，他因为兜里他的那个好像东西还怎样，他就停在那个石头，因为那个有个类似小溪，有两个石头过去，然后他就兜里就停在原地，那他没有抓好距离，就踩下去就踩到水里面。现在没有看到这个精彩画面。对，但他没受伤的话，我就他去，但是他这边湿了，对，他应该相当不舒服的。很不舒服，但是你就是等到回房间之后就换掉。哦，那真的很棒，因为有些人很怕衣服鞋子湿掉。那你觉得你明天可以更好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如果别人湿下来，要看一下。哦，别人在走的时候，他可以，你可以停下来看一下再走，就不会再发生像今天这样子的事情了。很棒。还有谁吗？好 ，Alexander 压轴，你说。我想不到。你一定有很棒的地方、啊。你刚刚被感谢，怎么会？你让人有安全感。OK， 那就说一个。有什么是你觉得你觉得做的还不错？你自己觉得很棒的啊，跟可以再讲。你可以说啊，我觉得我很棒的是。或者说你觉得你从谁那边听到以后，你觉得你自己好像可以，有吗？好，所以你就说啊，你就说我觉得我很棒的是我可以保护别人。对，你不可以吗？因为你皱眉头。你觉得你不可以吗？你可不可以？可以吗？可以啊，那你要相信你自己可以。好，那你觉得你可以在更好的地方是什么？这个整个旅行来说，你自己可以更好的地方是什么？现在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事情，对不对？你要收拾东西。对，要自己收拾东西，对不对？我一年前很。对，他一年级也是，但是因为你是第一次跟我们出来的，所以不记得。他一年级的时候只带着随身包包就来了，但他二年级就记得了。随身包包有一些东西。好，来。